www.wonderforest.com。谁能想到 TVB 五花里演技最差的他，如今居然混得最好。如果你是一个十足十的港剧迷，那么肯定不会对曾经霸屏的五花感到陌生。想当年为了抗住佘诗曼离巢所带来的影响，乐意林钦点了胡尘中须四位花旦，更直言会力捧胡希尔陈法拉成为佘诗曼的接班人。所以从2011年开始， TVB 港剧中的女主基本被他们几个人瓜分，杨怡则因为宫心计较金陵一角以及长久以来积累的观众缘后来居上，一跃成为监制们的爱将，自此网友将他们并称为五花，成为风光一时的 TVB 门面。虽然被捆绑在一起，但几个女生之间的竞争从未停止。2011年，监制庄伟剪筹拍警匪剧《钱塘狙击》，钟望晴选定陈法拉、姚可可，监制则看中了徐子珊。可那时徐因忙于《法证先锋三》的拍摄，加上旧患复发，便婉拒了监制的邀请。然而转了一圈，也没有找到愿意接手的人，于是监制表示愿意等他的档期。加上同居的黄宗泽也帮忙游说，于是徐子珊最终吃了一个月进组，也因如此气愤一删再删。虽然剧集播出，泽珊 CP 大爆，陈法拉因演技被群抄了一遍，却还是凭此剧提名了最佳女主角，与胡杏儿开始了事后之争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作为早出道很多年的前辈，胡杏儿自然轻松地战胜了陈法拉，成了2011年的三料事后。胡杏儿的登顶，让 TVB 不得不将资历颇深的杨怡推向事后摆上日程，毕竟熬了那么多年，有功劳有苦劳。所以台庆剧名人望族顺势出炉，除了女主杨怡外，陪跑的陈法拉也被安排了戏份颇重的角色以示安慰。可是陈法拉早已不是初出道那个任凭摆布的小花旦了，有了自己考量的他不愿再给别人做嫁衣，所以毫不犹豫地以生病为由推了这部剧。事实证明，陈法拉的选择相当正确。因为幕后编剧接连被王维基挖走，致使剧本大部分由当时的男主刘松仁操刀，而纪晓游这个角色也是一言难尽，备受吐槽。虽然2012年陈法拉只有一部小品剧《东西攻略》，但好歹是女主角。于是这一年出道很久的杨怡则与徐子珊延续了上年的剧本，成了事后大热的对头。彼时杨怡有《鱼跃在花间》、《Uncle 36小时》和台庆剧《名门望族》在手，而徐子珊只有一部《雷霆扫毒》。看似胜算不高，但谁知陈嘉碧这个角色一出就引发大讨论，连杨怡都不得不退避三舍，最终因为合约即将到期顺利登顶事后。2013年，两位前辈都已功成名就，自然云淡风轻地坐看其他三位争斗。只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这合约即将到期，
而拿到两部大制作的陈法拉最后居然耍了 TVB 一把，不仅没有继续续约，还让当年击败自己做了事后的胡杏儿再冲上云霄二力做了配角，真的是相当的聪明。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打乱了 TVB 的整盘计划，最后不得不拉出巨轮里的钟嘉欣、田蕊妮对吵，事后也正是这无奈之举令田蕊妮成功逃出。当然那边陈法拉的日子也不算好过，一来与前夫薛世恒七年情断，二在离婚后拿到了5000万分手费，二来因为何年熙一脚被吐槽成一个人毁掉了一部冲上云霄二，于是陈法拉在签约忠贞之后便飞往了美国进修。原本按照众人的设想，没有曝光的陈法拉最终只会过气无人时，然而陈法拉却硬生生地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。在美国期间，他一边用心读书，一边通过经纪人的关系接到了玉兰油、仙体等一系列的广告，不但没有被人忘记，还因此接到了舞台剧前度，加上情商不俗，近些年陈法拉在国外过得十分滋润，先是交到了外交官男友，还参加了2017年伊始的纽约时装秀，最近已经顺利毕业的他还自编自导了短片《人来人往》，并于今届金丹斯电影节香港短片比赛中成为9部得奖短片之一。对此他坦言，作为一个香港演员，可以在本地参加比赛是非常难得，感谢大会不断支持年轻的电影人才发挥所长。我的电影将会在本月23日与其他得奖短片一同首映，大家到时记住入场支持。法拉透露现实正创作新的剧本，不过需要兼顾忙碌的工作，他认为暂时做演员是自己最主要的工作，未来有机会都乐意参与幕后创作。反观其他4位花旦，胡杏儿自从2015年约满离巢后，虽然签约萧定义公司，可这几年除了一部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外，也没有任何有水花的作品了。老公李承德夜店生意亏损严重，让他不得不退出投资很久的婚纱品牌以填补亏空。徐子珊在约满之后也回了学校进修，可相较于陈法拉的学以致用，这几年一直读书的徐子珊似乎并没有专注于影视，即使偶尔接到综艺通告也都是小透明那一类，最近参加的武林大会还早早的就被淘汰，白瞎了当年的人戏。